啊，兄弟们，咱们这个地笼啊，已经放在大海里面有十几个小时了啊。咱们现在把它提出来，如果有货的话，给老弟留下个免费的小红心；如果没货的话，就别给了啊，太打脸了。我去啊，刺激了啊，有螃蟹，还有皮皮虾嘞，嘿嘿，老铁，算秋高气爽，秋天的八爪鱼也都上岸了。今天我们来抠八爪鱼了，这也是我今天抠的第26个洞，也不知道能不能抠出这个八爪鱼。哎，这个好像摸着爪了，上水了。有的老铁一进来就习惯性的给个双击，而有的老铁什么样都不给，就不给，就不给，不给。姐让我徒手解放海蜇的视频，说会给我一个双击，这不我今天开车一天多公里就会拍这个视频啊，到现在手还疼呢。进来的朋友看我这么努力的份上，能不能给我一天个双击？当你去海边游玩的时候，咱千万不要用手去触碰它，因为它会蜇人的。喜欢的来了，老铁们啊，今天给大家表演一个20多年的独门绝技，徒手抓大鱼一只虾。气氛不算融洽，在同个屋檐下，你渐渐感到心在变。如何敲响梭子蟹呢？先试一下肚脐，如果软的话就是不肥，然后壳发白的话也不肥，看个尖角的话没有黄的话也不是肥啊。这个是公的，一个公的一个母的，咱扒开这个公的看一看。你如果你没学会的话，给我点个双击，点个赞啊，加个关。